飲下茶，去飲茶，飲茶，我哋飲茶，一齊去食嘢飲茶，飲茶，冇啊，咪陪飲餐茶咯。佢離婚你又做啲家務啦。關心下佢哋日常生活啊，咁咯。食下飯啊，出街行下咁樣。一齊去做下運動。病咗探佢哋咯，攞公園行下咁啊。去行公園咯，同佢哋食飯咯。係飲茶嘅咋，唔係點啊？傾多啲偈咯，傾偈咪係傾兩句咯。你傾啲乜嘢啊？唉，有咩傾啫？講啲咩？而家係天氣啊，著多件衫啊，咁啊，食飯未啊？咁樣啊，又問下佢哋近排點樣啊？有時問下佢哋以前嘅嘢都會嘅。冇嘅，即係有同你講嗰啲嘢。你啲後生咧唔講嘢嘅，佢肯講俾你知都好啦。可能一個月一次到咯。应该每个月有两三次到嘅，一个礼拜都会有一次到咁样咯。即系少，冇啊，成个月啊。仔女咧，佢有自己嘅工作，就好少嚟探望我嘅。周一时假日就会去揾佢哋咁咯。咪系礼拜或者礼拜六嚟下就走噶啦，饮樽茶就走咗噶啦。系有年有节咧，先去大家去出边食食餐饭咁样。翻嚟陪我多啲系好嘅，同佢讲讲都冇用嘅，冇嘢讲。即系年青嗰啲都珍惜佢哋噶咯，珍惜你哋噶咯。嗱，唔系话即系唔使觉得咁孤单咯。希望你哋各位老人家生活得开开心心。有时自己成日就想话去个见下个女咁啊，系嘛去个女儿家乌灯黑火黑妈妈。原来女儿不在家，妈妈妈妈还有站立底下等她等她等了几个钟不见女儿回家，还有唉声叹气回去自己的家。